你们就是一群不入流的海盗。本郎君今天就教教你们长安城的规矩。逞英雄啊！我让你陪我们喝酒是抬举你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我不去。嘿，放开我！哎，带走！救命啊！走！哎，你干嘛？带走！做什么？你认识他？放开我！不认识啊。那你救他干什么？能在长安城做这些勾当的人，一定有权有势。我不怕。哎，我们从前做海盗的时候，天天被人指着脊梁骨骂，现在我们做好人了，看到坏人欺负女人。我们当然有挺身而出，做个大英雄了。站住！放开这位娘子！哎，你谁呀？镇海将军府校尉马海虎。镇海将军府？哎，我说你们两个，光天化日强抢民女，还有没有王法？镇海将军府，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管你们是谁呢！本官对你们歹毒身份没兴趣，放不放？不放。不放是吧？嗯，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打人了，本校尉今天就要替天行道。给我上啊！没事吧，娘子？娘，小心！开火！让开！让开！没事吧？过来，没事了，别怕。大胆！谁敢在长安城里打架闹事啊？徐参军，你连我都不认得了。原来是张郎君呀，驸马怎么也在这儿？徐参军，看不出来吗？我和张和，我们俩被人打了。谁这么大胆？是他们强抢民女。哎，这位娘子可以作证。什么民女啊？她是昌燕回楼的头牌连燕儿。什么？我已经赎身从良了。听见了吗？他已经赎身从良了，从良了，就是良民。良民，我来教教你啊。做一天娼，你一辈子都是娼。这煮熟的鸡蛋拿回去，还能孵出小鸡呀？啊！从良的海盗和从良的娼，还真配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怎么了？来啊！拿下，拿下！放开我们！我们将军可是陛下亲封的镇海将军。我呸！这满大街的人谁不知道啊？你们就是一群不入流的海盗。本郎君今天就教教你们长安城的规矩。逞英雄啊！逞英雄啊！你逞英雄！别打了！还有你，很能打是吗？很能打，你打呀！住手！别打我大哥！住手！我要去雍州官署告你们。哎，你告什么呀？告你们强抢民女，殴打朝廷命官。本驸马有这么做吗？有吗？没有啊。是那叉看见郎君人物风流，故意贴上去的。对，他们喝醉彼此闹事，我们也只是经过。听见了吧？这就叫身份。在长安城里啊，没你们这些海盗说话的地方。你无耻！嘴太硬。来呀、啊！让他们的斗殴再精彩一点。是是。
个！别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！打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冲我来！好啊，你们先退下。你来，韩虎，韩虎，别打了，韩虎，韩虎，让你当英雄。怎么样？你还好吧？怎么样？疼不疼啊？徐三军，今儿这事儿该怎么办啊？你们醉酒闹事，还和青楼女子当街拉扯，破坏风气，本官定要秉公惩治。来人，在，把他们都抓回官署。是。什么？徐三军。压着他们从长安街的这头游行到那头，让大家伙好好看一看这些所谓从良的海盗是怎么为非作歹的。驸马提醒的是。哎，带走。且慢。驸马。哟，玉内侍。我出宫为严妃置办用，恰巧路过。哦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好，请。今日要不是我恰巧路过，驸马怕是要犯下大错了。区区一个镇海将军府，本驸马还要怕他不成？镇海将军不算什么，驸马当然可以教训，可若驸马连陛下都教训了，那可就不妙了。这话怎么讲？严子方的镇海将军是陛下亲自封的，陛下认定严子方已经改邪归正，可驸马却找人抓他游街，这到底丢的是镇海将军的脸还是陛下的脸？到底是驸马诬陷严子方，还是陛下看错了严子方？这事儿若是传到陛下耳朵里，那可就糟糕了。多谢指点。算了算了，把人放了吧，今天的事就算了吧。放了放了。大哥，没事吧？娘子，没事吧？不知这位尊姓大名？在下玉和，在宫里伺候严妃。多亏玉内侍仗义相救，要不然我这镇海将军府以后就抬不起头了。啊，镇海将军不用放在心上，这种事儿多着呢。在长安城里，谁若是没有一个依仗，就注定要受欺负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娘子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将军来了。大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喝酒。你这个时候喝什么酒啊？想办法报仇去啊？你真喝酒去？